白真的是不简单哦，带你来看到是太阳剧团即将呢来台湾表演，里面呢每个演员可真的都是身手矫健，不过这三个小男孩可是特别受到瞩目哦，因为他们年纪才十岁而已耶，从小呢这个从云南杂技团呢里头精挑细选出来，也是堪称哦魔幻森林里头万人迷的小演员。戏服在台上又跑又跳，太阳剧团的表演当中，这三个小演员特别显眼，年仅十岁，身手可是矫健的不得了，尤其是抛接水流星，利落的动作总是能获得满堂彩，在魔幻森林当中真的是万人迷。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，休息时间临时搭建的教室传出稚嫩的读书声，原来这三个小演员都是来自云南杂技团，带领他们的中国老师说，云南杂技团负责供应水流星演员，一年换一次，这三个小朋友可是从50个人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想想在昆明好多没见到的东西也学会，像是什么，就比如说什么电器啊不会用的那些都学到。为了不让表演耽误孩子学习，每天除了训练，他们还要每天上课3小时来加强中文、数学跟英文能力。从小加入杂技团，天天练功，现在跟着太阳剧团环游世界。虽然每天很忙碌，不过三个小朋友说自己能出来大开眼界，真的很开心。觉得在国外这边好玩吗？好玩呢。哪里好玩？认识很多人吗？My name is Yang Zhenlei. My birthday is January 1999，然后现在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呢？那就没说了。看着笔电正在跟家乡的父母亲视讯讲话，虽然想家，不过小男孩也说，一年的巡回演出，自己也真的学到很多。中天新闻王启斌、王祖金，瑞士采访报道。好。